我家两只狗，一只穿貂皮大衣，一只穿貂绒背心，大家都说它俩是富贵狗，其实它俩都是我临手付入的，看不出来吧？瑞瑞是别人不能养了给我的，年年是我在路上捡到的，而且月供也低哦。给大家看看我是如何便宜养闲有狗的。先说狗粮，像汪爸爸鲜肉五谷粮是目前他俩吃的最多的，十年老品牌，我觉得他家挺良心的。最吸引我的点是他家原料是纯鲜肉的，没有一点肉粉，而且搞活动的时候只要十几块一斤，真的很实在。年龄平时很挑食，这款粮里面有大颗粒的冻干，年龄也爱吃，看看他俩吃的贼结实，毛毛也是油光水滑的。第二款是比乐原味鲜，之前给他们吃过一段时间，他们家品控还是不错的，鸡羊鱼肉源也是比较丰富，适口性好，狗子也爱吃，不过更适合肠胃比较好的狗狗。狗粮说完了，我们说一下零食，像那种五花八门的零食不要买，又贵又不健康。我一般是冻货市场直接一箱鸡胸肉随便造，再让老板送根牛大骨，磨牙结齿又耐啃。最后外驱一定要记得定时做，内驱的话我是直接给他们吃南瓜子。总之只要不生病其实都还好，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给他们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。